欢迎瑞比。大家好。我们瑞比平常在打什么样游戏呢？自己其实会玩英雄联盟，但还可能就是偏解谜游戏的。那有玩过篮球游戏吗？以前比较小时候的时候会跟个哥哥一起玩，那时候是玩 freestyle。今天跟啦啦队对战会不会有点紧张呢？啦啦队他们算是平时在外头活动，私底下很爱玩的话，那确实可能暗藏那些实力在，很有一战之力的对手。现在打游戏有没有最讨厌遇到什么样事情呢？玩的过程当中会遇到lag，效能不够的情况下的话。那么曾经遇过最瞎的事情，挂网出言不逊，觉得当下的气氛就没办法非常的好了。最喜欢电脑哪个品牌呢？刚刚想了一下，非常多的名字在跳，我应该还是会选捷源。捷源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，蛮推的一款的话就是宙斯机，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，可是它满足我的需求，捷源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牌子哦。今天听的地表上最强的第十二代 Intel 处理器，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期待呢？必须说有，而且我也是已经看过第十二代 Intel Core i9， 它的包装很绚丽，很漂亮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想要把我设备直接升到最顶。之前有用过 Intel 的处理器吗？当时是先用 i5， 再换到 i7。其实 i7 就已经很符合我们在实况上面的需求，但是当 i9 一出现的时候，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，因为在玩游戏过程。再怎么说，如果能顺，当然是最好的。最后有没有想跟观众朋友还有粉丝说些什么呢？希望大家可以观看我的实况，然后多多支持我喽！我是 Ruby。